我们的身体呢，从事实的角度来讲，的确是臭皮囊是行尸走肉。但是从真实的层面看，就是充满了宇宙的信息，是吧？充满了生命的信息。那么接着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内容，我们看一看照片，一些图片。这就是21世纪，以人们的这个基因科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人们揭开了过去人们所只能看到的事实层面背面的这个真实的一面，那就是什么？信息呢是由文字组成，文字在传递信息，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由这些信息组成的。这是21世纪科学发展到今天所能揭开的天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把这个信息啊用语言传递出来，我们称之为道，也叫话，是吧？所以说我们身体啊就是道，以道著称，所以圣经说道成肉身，是吧？就上帝用道铸成了人，那么这是从遗传角度来讲也是千真万确的。道助人身是吧？所以这个基因呢，那么基因呢决定我们人体的这个各种脏器的气这个性质。所以说我们一般讲气质哈，一个人什么样的气质，这样气质那样气质。那么这个气质能不能变呢？有的人说这个气质是不会变的，特别是这个东央这个东方的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气质是一成不变的，是吧？这个从毛中不光是韩医讲，那么现代医学也这样讲，曾经这样讲过，我也是这样学过，我也是这样笃信不疑的。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质啊是体质，还有体质是气质是天生的，因为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情是吧？那么基因是父母的先天信息结合成我的后天信息和父母的先天信息和后天信息结合成我的先天信息是吧？那么这是我是天生俱来的秉承父母的体质，秉承父母的秉性，那么这两者合二为一，又形成新的一个气质和秉性是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过去是这样想，但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先天信息和后天信息是又会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是吧？那么大家认为这个基因是一成不变的，过去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最近科学家们发现呢，我们身体的各种所谓的这个疾病啊、大病啊，都是由于遗传基因的变异引起的。所以说，万病归源，其源就是基因，它发生了变化，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先天信息和我们的后天信息，重新在这个不断的组成新的信息，这种信息可以是健康的信息，也可以是导致疾病的信息。过去我在读医科大学的时候啊，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基因会变的，是吧？但现在呢，这已经几乎成了常识性的知识了，是吧？所有的疾病呢，治病的原因都是基因变异引起的。那么我们身体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异呢，都是由于细胞发生了变异。细胞变异的原因呢？其归根结底呢，就是决定细胞性质的基因发生了变异，是吧？万病归源了。所以，人类基因图谱工程，发现了非常惊奇的
事实。那么细胞里边有这个染色体，染色体呢就是基因组成的，像一个线团一样的东西。你看这是染色体是吧？你看这个染色体，染色体呢就是这种遗传机像线一样的遗传基因，它这样围绕成一个线团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人身里有几个染色体呢？啊，二十三，对，46个，两个啊，这样结合的，23个染色体。这二十三个染色体里边呢，大概有三万多种的这个程序就像电脑里的硬盘一样。所以称为人类的电脑的这个细胞里边呢那么有23个这个硬盘。那里边呢各种程序的分档保存着。所以把这个线条部分呢放大以后看呢，就是呈现出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个基因呢，是这样弯弯曲曲的两条双螺旋曲线，双螺旋曲线是吧？我们称之为基因是吧？那么这个基因呢，你看是称为双螺旋线是吧？那么两个螺旋线之间的四种物质 ATGC 四种物质呢？形成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组合。那么构成遗传基因的这个四种 ATGC，就是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单位碱基，像积木一样，是吧？这样就是一个一个连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长的线。那么这个白色的部分是糖分，这烟酸和糖和碱基形成一个单位，一个小最基本的单位。这一个单位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叫核酸，脱氧核糖、核糖核酸。DNA 就是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名简称。DNA 的种类有几种呢？那么随着这个碱基的种类就不同，DNA 的种类就不同，所以这个两个 DNA 一组合。就形成一个新的DNA，那么就形成这样的四个这样拼起来，就形成这样的信息组合。那么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个碱基的结合是一个弱结合，我们称之为氢结合。这种结合是非常弱结合，弱的结合。易于结合，也易于分开，就像小孩子搭的积木一样，就像这些小苍蝇都可以把它可以拼起来，也可以把它分开，不是这种强的结合，而是非常弱的结合，非常弱的结合。这种弱结合呢，遗传基因呢？这样大的分子呢，可以改变形状，也可以分离，也可以结合，而易于分离和结合。所以基因呢，它的结构呢，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是可以不断重组的弱结合。那么这个基因呢，所以从文字的角度来看，你看这个基因哈，你看，比如说。这一个 DNA 是个 T，是一个文字。那么英文字母是26个字母，是吧？那么遗传基因呢，只有四个文字字母来组成，用四个文字的不同组合，这是二维组合，是吧？因为它是双螺旋的所以比如说三个基因组合在一起这个组。就会形成一个文章，是吧？这种单词，
字母形成单词，单词形成文章，句子，句子形成文章，啊，文章传递信息。我们的基因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身体内出现癌细胞的时候，就会有要认识这个识别癌细胞并且杀死癌细胞的这个信息。这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安排与旨意。所以，我们的 T 淋巴里边呢，就有当我们身体内出现癌细胞的时候，就要生产出杀死癌细胞的这道程序命令，这已经预先安排好了。那么就说明创造主呢，已经预见到了在我们身体里可能出现癌细胞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对此预先下了处方，并且和我们约定好了。所以基因呢，是创造主创造生命的创造主与我们生命所有生命的一个约定。那么这个约定到底我？相不相信，持守不持守，这就靠我们取决了。那么，你跟我约定好了，但是我不承诺啊，说承诺要双方自愿的啊，所以说我不承诺，我不相信的话，那么说你再打电话，我手机关机，那么就无法沟通信息，是吧？同样道理，所以说你不向上帝、向生命的根源敞开你们的心门的话，这个生命的信息是不会起作用的，是吧？昨天我讲了，我试图曾经想过自杀，当时我就对自己进行反省，当时为什么我在死做这个死亡的念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想呢？想活呢？活下来呢？是好死不如赖活吗？如果真的想死的话，用不用去洛杉矶？用不用选择地点、时间、方式？哪儿都可以是了断生命啊！只要死就能，想死的话，那还不容易吗？但是死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却要选择一个非常满意的、非常美丽的地方。我选择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来了结生命，说明这本身已经说明我在追求什么？追求美。就在我要选择死亡的那一瞬间，我也在选择美的事物，是吧？追求美的事物，美的事物本身是什么？就是生的本质，生命气息的本质，是吧？那么在追求生命的同时，怎么样去了断生命呢？所以我们自身呢，是这样对自身蒙昧无知。如果那个时候当时我在读这个延世大学医科大，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呢？当时学校前面有一条铁路，在这个梨花大学门口下车的话，有一段铁路，通过这个隧道。过了这个铁路隧道，然后呢，有梨大附中、附小，那么在这个梨花大学和延世大学的之间，我曾想让火车撞死的话，那么梨大女生说："哎呀，谁这样短命啊？"这样的话又觉得死得太惨，是吧？那么真的想死的话，怎么死？死的结果，了断了就一无所知了。你还去顾及这些死后的事情，说明你还是不想死，是吧？说明你还是不想死。对死亡其实，就说想寻死，其实是在寻生，是吧？真的想死的人呢，真的寻短见的人是没有的，都是一种错觉，一种幻觉，是吧？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死亡的那瞬间还觉得美，是吧？还要寻找美。那么真的想死的话，那么美的、真的、善的，一切都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个基因呢，是一道文章。是传递信心的文章，是一个计划，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计划。所以这个基因的组合呢，基因块呢，我们称为染色体。染色体是一本书，就是生命的信息呢，维持生命的所有的程序信息，
23本的，就是染23个染色体，就像23本书一样，记录着所有的生命密码。那么这是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的这个信息和旨意，而是创造文字、创造生命程序、编程的这个创造主的旨意，他的信息在里面。所以我们是创造主的信息的表现，这从生物学的遗传基因的角度已经可以确认。所以你们自身不是你们自身的，是吧？你们承载着宇宙的信息，承载着生命的信息，那么你们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你们属于他的。那么这个创造主呢？那么我们不过是什么？那么我们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过就是和机器人没什么两样了，是吧？那么我们是没有选择自由的这个机器人的话，那么又是没有意义的，是吧？所以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不但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生命程序，同时呢又给了我们什么？爱，给了我们自由让我们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个性，让我们参赞天地的话语。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选择。那么创造主是这样美好的，是吧？不但给我们编好了最完美的生命程序，同时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那么我以前是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很彻底的那么真的想证明这个世界上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为此我努力。但是后来我真的明白了上帝以后呢，这个上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让我钦佩，是吧？这40年来我一直在否认他是，但是他给了我选择的自由，他给了我不信他的自由这样胸怀广大的上帝是多的人令人钦佩，是吧？在这一瞬间我认识了他，我选择了他，但是他也给了我这个选择的机会，这完全是给了我自由，是吧？所以说就是说打小就是打娘胎里开始信仰的人呢，他们的悲剧是什么呢？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不知道自己上帝赋予他们多么的选择的权利是多么的伟大，是吧？所以没有这种选择自由，没有这种享受选择自由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并没有领会上帝的爱，上帝的本质。就是父母如果真的爱他们的子女的话，他们会给他们孩子们选择的自由的。所以这个伟大的爱的故事就是从创世纪里开始的这个树是知道善恶的树这个里面是生命树，就是我要给你们生命。如果你要是背离我，靠你的知识理性能力生活的话，你可以那样去生活，你选择知识的树，是吧？其结果什么呢？人为的结果就是死亡，是吧？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你不要选择你们自己的道路，是吧？但你前面却有个什么？却有个选择多么伟大的爱，是吧？这才是真正的爱。我爱你，没有别的选择，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话，因为爱本身是自由，是吧？爱本身是爱的本质是自由的，所以如果没有自由的爱，那就不是爱了。所以上帝就是爱，所以他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上帝不是说非得听命于我那大家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内心不觉得敞亮吗不觉得有自由吗自由
爱的本质就是自由，上帝愿意让我们自由，在自由当中决定一切。所以呢，我在自由当中曾经否认过上帝，完全在自由当中选择了上帝。Okay， 这都是自由的。上帝等了我40年。上帝是真是伟大的，胸怀宽广的上帝。我明白了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以后，一打信上帝就相信了这个，我就给我的子女们什么？你是自由的，因为我信。因为我信上帝是上帝给了我自由，我信的上帝是自由的上帝，爱的上帝，所以我要给你们选择的自由，给孩子们。那次在此之前呢，我对孩子们呢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选择自由。作为一个东洋人，特别是韩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作为一个父亲，那么孩子们必须得听命于我，是吧？我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命令，你们不是去哈佛就得去耶鲁大学，为谁？为谁？为给谁争光啊？当时我想是为谁啊？是为孩子们，为了你们好，但其实为了谁好啊？是为了我好，是吧？我的虚荣心在作祟。所以我就怕我的孩子们学习不好，考不上名牌学校，所以我们就战战兢兢的，成天提心吊胆。当时我去美国的时候，1970年左右，当时学习好的人呢，都去美国了，去考美国医师资格，是吧？因为去美国能拿到美国护照的人呢，都是能够考取美国资格考试的。考合格以后，到美国以后，第二个竞争就是什么？就是子女竞争，看谁家的孩子能考上哈佛，看谁家的孩子能考上普林斯顿，看谁家的孩子能考上耶鲁，是吧？如果我的孩子没考上大学，那我就跟考上哈佛大学的那家就比不上了。所以说都是在较量，都是在竞争，是吧？我们在追求这样的虚无的幸福。所以当我明白了上帝以后呢，我把孩子们都叫来，三个孩子都叫到我的前面，说我所认识的上帝啊，和我过去人生40年当中不信他，但是他给了我自由，选择了自由，他用无比的恒心忍耐心等待了我，他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他给了我选择的自由。我明白了上帝是这样的上帝，那么我作为信仰这样的上帝的人，我要给你们选择的自由。那之前呢，所以说我不愿意跟我的朋友们比他们逊色，所以呢给孩子们压力，是要必须得考上哈佛，给你买这个保时捷，所以美国的小年轻人能开保时捷是他们的梦想，是我给你买个，你能考上哈佛，我就赏你一个保时捷跑车，所以这些孩子们想要这个保时捷，所以他们学习，但学习呢让他们头疼，爸爸不在的话就不学习，爸爸一下班呢他们就装着学习。是玩的开心，然后就装着跟他看书。那么爸爸张口闭口说：“你们这样能考上哈佛吗？”成天给他们压力，用什么？用保时捷。上帝呢？上帝绝对不会拿天国地狱来恐吓你们或者诱惑你们。上帝知道，再这么诱惑或者逼迫你们，那么即便你来到天国也不会有什么乐趣。那么和上帝永远同在的话，那么永远的受这种逼迫吗？压力吗？
但是现在的教会啊，那些所谓的这些啊人呢，都是用这些天国或者是地狱来，压迫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是吧？非常不幸的。那么，我却没有，我认识的上帝可不是这样的上帝。我觉得上帝是非常很酷的啊，我们这个上帝。和这样的上帝如果永远在天国同住的话，那是将是无比的快乐。那过去44年我没有认识上帝，但是我认识上帝以后，觉得和上帝息息相处的生活，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多么的自由，多么的幸福，是一种非常自发的自律的生活，是吧？没有这种自发的啊，看着人家的眼色行事，是吧？那是那么肯定就要成为两面的人格，是吧？那么从来不压制你们 ，OK， 不强迫你们啊。那么这种机会的话，如果这是好的机会的话，如果能够被迫来到这个地方来，能了解、能够感悟真理的话，这也是一个福分哈。所以我给了孩子们选择的自由。那么我三个孩子呢，他们互相这样张望了一下，啊，这回有活头了。但我听到他们说，哎呀，有活头了，我的心中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一直他们怎么样？他们生不如死，是吧？但我却不了解，我以为我对他们是最好的，殊不知这是逼他们在死，逼他们走死路，是吧？活了，老爸，你说的是真话，是真的。打那时起，哎呦，我这三个孩子真是，就脱缰的野马一样啊！当时我这个大女儿是11岁，最先做的是什么？化妆啊，开始抹口红。过去不让她弄。最近我给他自由了，他最先的这个化妆，我觉得我好像犯一个大错误了，是吧？然后呢，老爸，我决定抽烟了。你说你心里犯闹不闹的？闹挺。哥林多前书13章啊。说爱是不发火，爱是不发火，爱是恒久忍耐。爱为什么不发火呢？因为他给了他选择的自由，是吧？所以不能发火。那么你自己说你可以选择，但你却发火，这不是前言后语不对吗？是吧？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有选择的自由。然后说我老爸，我选择了吸烟啊，你怎么选择抽烟？那么不就出尔反尔，是吧？这个老爸就不公义了，是吧？不公义了啊，一言九鼎啊，是吧？啊，我们称之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称之为义，是吧？我给了你们选择的自由，既然跟孩子们约好了，那么就要一言九鼎，是吧？能够言出即成，我们称之为义。所以我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是给了我选择的上帝，而且他是一定会持守他的约定，他不会出尔反尔的。这就是我所相信的上帝。 OK，我觉得这样的上帝才是什么？是真正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是小孩子不大点的小孩子选择了抽烟，你说我对他怎么对待他？我听了孩子，我的孩子选择吸烟以后呢，我非常难过。但是我再一次确信了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怎么确信的呢？
给了他选择的自由。我的孩子呢？就说他可以把他要吸烟的这个选择，可以公开的跟我讲，是吧？他不再遮遮掩掩了。如果不给他选择的自由，他可能偷着抽烟了，是吧？而且装作若无其事，那我可能一辈子都蒙在鼓里。那么，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这关系呢？可能关系本身可能永远都隔断了，是吧？都在蒙在假象里边。所以，这种率直的、坦诚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上帝所希望和我们建立的关系，是吧？不是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过去我们呢，是无法建立这种坦诚的关系，是吧？总是这样遮遮掩掩，包装自己。啊，你看和这样的关系是多么好的，孩子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讲，他要选择什么什么东西，即便他是不好的东西，尽管他让我非常难心，是吧？非常心寒，但同时呢，我又感到心里豁亮，因为什么？这个孩子愿意跟我愿建立一种关系啊，就是他了，什么？就是这种关系，啊，什么事他都敢，坦诚不坦诚，坦诚的跟我讲。尽管他做了不是我所希望的选择，但是他开始信赖我，开始建立关系了。因为我的父亲是爱我的父亲，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好爸爸。孩子们开始确立对父亲的信赖了，是吧？我作为孩子的父亲，那么。孩子这样信赖我啊，这个让我真的感怀涕零。然后呢，再过不久，这个孩子又对我说什么？老爸，我决定扎耳朵眼儿，扎耳朵眼儿。现在扎耳朵眼儿跟吃家常便饭一样，是吧？没什么可稀奇的，这是扎了吧？也没什么稀奇的。当时呢，我那个在美国，我们这个我生活的这个圈子里啊，这已经是82年、83年的事儿了，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的孩子们都去这个教会学校，那么很保守的。那么扎耳朵眼连想都不敢想，是吧？但是他却要吵着闹着要跟我扎耳朵眼，是吧？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这是我们东洋人的思想，无加丝毫的损伤。当时我李香九啊，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啊，在这个教会里边也是相当有知名度的，一提李香九无人不晓。但是人们如果要知道是说啊，李博士的女儿扎了耳朵眼儿。那么人们会怎样看待？怎样想？是吧？这也是一个压力。但是呢，我既然说了要给他选择的自由，那我就要承对诺言，是吧？所以我就问他：“你非得扎不可吗？”他说：“我非得扎。”他说：“我不扎眼的话，我睡不着觉，我什么都干不了，我非得扎不可。”所以呢，当时她14岁的一个少女，那么扎耳朵眼呢？16岁才能去扎，16岁以前呢，必须得父母带着她去，在父母的同意监护下才能扎耳朵眼，所以说得怎么办？所以就到这个珠宝店，珠宝店呢？说珠宝店有扎耳朵眼的，但是你得签名，所以我带他去珠宝店，然后给他签名。那个老板让我签名，都签名，让我签名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就好像把我的孩子出卖给魔鬼一样，就像这个杨白劳被迫签字画押一样啊，那种心情啊，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是吧？但是我既然给了他选择的自由，我要
承对我的诺言。于是乎，我的小女儿啊，是怎么讲？他说：“老爸，这我扎耳朵眼儿，爸爸你是不是很难过？那也没事吗？没关系吗？”小孩子心里都有数哈，说我很难受。但是我既然跟你承诺了给你选择的自由，那么爱不求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吧？只求，那么光求我的益处的话，我不会允许你的。所以就是，圣经里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让我们这个刻骨铭心的，是吧？啊，不是一种像什么是背小九九一样这样背的，毫无意义，是吧？每一字每一句，你们都要推敲，你们都要把它啊融汇到你们的切实的生活当中啊，这个时候才是什么？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伟大的生命力量。啊，你们要捕捉这样的灵感，捕捉这样的信息，啊，是吧？成天跟背小九九一样，这样跟八哥学画一样，背圣经有什么用？所以当时我签名，两个服务员来给他用这个注射枪，然后一二三，嘣。儿子就被扎了两个眼儿，啊，这样，看着女儿这个是痛苦的模样啊，现在儿子被扎上两个眼儿，是吧？水里耳朵上戴上两个什么亮闪闪的东西啊，在我眼里啊，怎么那么难看啊？哎呀，这个心里啊，焦火一团。然后，但是还没法表现，装作他得装作若无其事，所以我连看都不想看了。啊，我们家里出现了这么一个逆种啊，所以我就憋着一口气啊。那么，其实我在读大的学校比我女儿更过分，是吧？酒成天泡在酒缸里啊，寻死是吧？成天蓬头垢面，现在这个留长发是一种时尚哈，啊，那个时候啊，真是脑子有病。其实我比我女儿还要严重，是吧？那个都忘了，啊，却容不下这个女儿扎耳朵眼这么一点小事情。心里啊，一种这个怨气，然后就沸腾是吧？然后驱车回家的时候，我的面目表情变得非常冷峻。就是女儿就说："老爸，你爱我吗？"呵呵。其实我心里回答说："我真的恨你。"但是口上还得说什么"我爱你"，说不出来，所以我就祷告说："上帝啊，你让我能够说我爱你"，啊，对他讲"我爱你"，因为我心里却在说"我恨你"。祷告完了以后，说："上帝，你得帮助我这个小女儿啊，现在她更需要什么？更需要爱，是吧？因为他知道自己做扎耳朵眼是违背常规的，是吧？他违背了父亲的旨意，所以他觉得是不是我扎耳朵会疏远我的父亲，是吧？所以他更需要确认父亲的爱。所以圣经说，罪恶多的地方，恩典也多，是吧？哇，这可是谈何容易，是吧？所以说，那些听命的人爱，可以更容易给他们恩典，祝福他们。但是那些恶贯满盈的地方，恶多恶猖獗的地方，更需要爱。这只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吧？所以我相信圣经，相信上帝，是吧？如果是那种只对那些做好事的人啊，听命于上帝的人对他们好，而那些不听命的人呢，上帝就惩罚。而这样的上帝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上帝就是很小心眼的上帝了。
啊，你们要从这种小心眼的信仰当中啊摆脱出来，你们真正遇到遇到真正的上帝是吧？给你们自由，让你们选择是吧？这样的自由，等待你们的自由，等待你们的上帝。说爱是不张狂的，爱是不嫉妒的，不做害羞的事。啊，不许你走这条路，你必须得走我这条路。上帝不会这样强拗的。啊，上帝不会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做无理的事情。多么美丽的。如果我们韩国式的父母爱的话，不许你走这条路。必须得听我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是爱。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是说成天口口声声的爱，其实我们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没有明白爱的真谛，是吧？你们做父母了，你们可能也会对孩子啊这样对待孩子。所以这整个社会呢就是这样啊，形成了一种风潮，是吧？所以你们明白了真理以后，你们才能在这种世俗的沉沦当中真正的获得自由，获得解脱。啊，这是非常惊人的不同，是吧？你们这个时代啊，你们可以自由的表现，相当自由的表现你们的意志，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没有你们这么自由，这种发型根本不行啊，留不住的，是吧？但是现在呢，你就很自然了，是吧？啊，我们并不觉得他有多么疯狂，是吧？我们觉得这种发型很酷了，所以这种多样性啊可以容纳了。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呢，这种多样性是不懂的，必须得是其一的，是吧？就跟我们过去出门都是腌黄瓜色儿，所以现在日本人呢非常羡慕我们韩国文化，因为韩国就比较其一，是吧？像军队一样，嘿啊，所以现在日本人呢就觉得韩国人比他们更自由。为什么？日本为什么？他们的99%的日本人呢，他不相信上帝，是吧？但是韩国呢，相对呢，基督教文化呢，非常兴旺，是吧？所以呢，我们韩国父母的爱呀，是强制的、单方的，是吧？他不给孩子们选择。而美国父母的爱呢，是给孩子们选择的自由。那么，绝对不会强迫孩子们，你必须得去我所希望去你去的大学。这对美国孩子来说根本行不通。但是呢，韩国父母的爱和美国父母的爱是正相反的，两股劲儿的爱，是吧？韩国父母的爱呢，是不给孩子们选择的自由。相反呢，却给什么？去负责，去为替孩子们负责，为孩子们两肋插刀，是吧？真是结婚了给他买房子，还要留给他们遗产买车，婚事都操办啊。所以韩国孩子摊上个好父母，那就是修了八辈子德了。而美国不是这样啊，给你选择的自由，那么你选择你负责，是吧？你自己负责，养你到18岁，那么你自己独立，结婚的时候你自己办。你遇到好的伴侣，那是你的选择的话，那么你结婚，你真的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是的，那你结婚吧，多了不问，少了也不问，你真的爱他吗？是吧？你的选择，尊重你的选择，是吧？你的选择你自己负责。
不像我们韩国一样，家庭好不好啊？有钱吗？受过什么教育？有钱吗？是吧？什么大学毕业的？啊，美国人不问这些东西，你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所以我们的文化呀，我们的文化呀，啊，也是成问题的，是吧？那么这两种文化其实呢都有弊端，都有长处也有弊端，是吧？而美国文化，美国父母的爱呢，是给你选择的自由，但是你酿的果子你自己吃，啊，你负责。不管那个结果是好是坏，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嗯。而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是哪一面呢？是韩国事还是美国事？上帝是怎么样的爱呢？是美国式的还是韩国式的？上帝的爱是美国式的爱和韩国式的爱，择优选择，是吧？既给美国式的选择的自由，同时对那些不好的结果呢，所有的结果呢，都由上帝来完全负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啊，多么美好，是吧？多么感人！这样的爱，沐浴在这样的爱当中，才会有什么？才会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幸福，是吧？你们的基因呢？你们的基因就是要求、渴望这种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就要什么？啊，要死亡。OK， 没有自由，我就说没有自由。啊，宁可死亡，是吧？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终于呢，祷告完了以后，啊，我的心里呢，就舒坦了一点。然后我就拍拍他的肩膀，我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小女孩就说：“谢谢，谢谢老爸。”然后开始就哭出来了，哭出声来了。然后这是假期，暑假期间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下假期啊是六七八三个月，7月20几号发生的事情，9月1号开学啊，啊，李香九的女儿，而李香九就啊，成了画饼了，是吧？我就怎么祷告的，说上帝啊。我成为笑柄，我成不成为人们的笑柄啊？你让我不在乎他，你让我不在乎他，我把一切交托在你的手里。即便我成为人们的笑柄，啊，也希望不让我失望，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啊，即便我受辱，受人家的指责，啊，这也是难挨的，是吧？但是上帝，但是我不能强制的让他拿掉耳环，但是我想您有办法让他拿下耳环，我把女儿也交托在你的手里，啊，那么我求你在假期以前让他悔改心意，然后拿掉耳环，我是这样祷告的。然后呢，当时天气也热得要命，所以说当时附近的邻居当中，我们家有游泳池，所以邻居的孩子们都来我们家游泳池里戏水，而我的女儿却不能。她说：“老爸，我想游泳啊，难受死了，能不能把它拿下来？”但是呢，那么没有充分的理由的话，是
所以拿起来他还得带，所以我就说，所以说你既然这么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你接着带吧。啊，当时我的说拿下来吧，我多么想这样讲哈。那圣经当中，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当中，扫罗正在睡觉，所以大卫拿着刀接近了扫罗，所以这个人们就说啊，你趁这个机会杀死扫罗王，这是多大的诱惑！但是大卫呢，却没有这样做，还不是时候，是吧？啊，这也不是不得天下名分，是吧？所以有我们要走的道路，即便这个道路看似弯曲，看似荆棘丛生，但是认准了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就要走到底。所以我就说继续忍忍。啊，所以说扎了耳朵眼以后疼嘛，所以就不能侧着睡觉，所以他睡觉呢就不舒服，啊，所以他这个耳朵又怎么样，又化脓了。化脓以后红肿，所以我给他一一的亲手给他消毒治疗。啊，他说谢谢老爸，疼啊，拿下来好不好？我说你忍忍。然后终于好了，好是好了，但是总是。啊，总是侧着睡觉以后呢，刺痛，就是老爸，给我拿下来吧，不带了。所以上学校之前，开学之前，终于拿下来了。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去顺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大家真的能够在爱上横切的话，那么将会发生生命的奇迹，将会发生，是吧？所以呢，哦，我真的就是想做，但是做完了以后，你才觉得，哎呀，做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当你明白以后，自发的就不去做了，这才是这种自由当中的选择，啊，才会选这种自由选择当中，我们才会真正的成长，是吧？你们在今后要面临这样那样的选择，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以后，你们希望你们也像上帝对待你们一样对待你们的孩子。我的儿子12岁的时候，大概啊，做梦寐以求想买摩托车，只要看了谁有骑摩托车，就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说：“哎，大事不好了！”果不其然，这孩子闹着让我给他买摩托车。我已经给了他选择的自由，是吧？所以。他问我能不能骑摩托车？如果你选择了的话，啊，你可以骑，但是你的选择是非常危险的选择。以我老爸的想法呢，我希望你不骑，但是我非得骑。但是我已经跟你约好了，给你选择的自由。他闹着让我给他买摩托车，所以我跟他怎么讲？爸爸也有选择的自由。我选择了不用我的钱，不花我的钱给你买摩托车。你有选择自由，我也有选择的自由，是吧？你有选择的自由，我有选择自由，彼此要认定对方的选择的自由，是吧？多公平。而韩国式的这个父母的爱呢？所以说，癌症患者们最让他们举棋不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爸爸，你得去医院治疗。
妈妈说什么？你得去新起点生命中心去治疗。所以也不能听爸爸的，也不能听妈妈的，也不能不听妈妈的，本人的选择却没有了，是吧？然后，如果真的让自己去选择，然后尊重对方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很多烦恼的烦心的事情可能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说我跟人家，比如说你好心劝人家，人家不听的话，你还会烦，是吧？你会惹气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是吗？不听，他不听你的忠告，不听就是也是他的选择，是吧？要尊重人家的选择。所以，我们韩国呢，将来也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是吧？为什么呢？比你们更小的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呢，在这方面比你们更先进，啊，你们已经是，老一代了，是吧？哈哈，所以这现在这个新一代呀，现在三十一世是吧？30年为一代，现在5年的话就有代沟了，5岁之间，相差5岁就有代沟了。是我的女儿。我女儿啊，比我儿子大6岁，大女儿。我大女儿怎么讲？好吧。我不懂得我弟弟这波在讲什么东西，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思维模式不同，所以世代变得也快，信息变得也多快，是吧？他要买摩托车。就说老爸说，我就跟他说，老爸有权选择，不给你买摩托车，我不愿意把钱花在威胁你生命的地方，所以我选择了不给你买摩托车，骑不骑是你的自由，但是你别强迫我，我不强迫你，你也别强迫我。这个儿子说什么？OK，我明白了。这多酷啊，是吧？这父子之间有多酷，是吧？那么我要努力工作，那么我要赚自己钱，那么有一天我要自己买摩托车，那你买吧，你自己有能力你就做吧。互相尊重选择，选择对方的，尊重对方的选择，是吧？这个小子呢就。假期呢就打短工，然后1小时3美元啊，赚3美元啊！我就想啊，这干一干，干累了就不干了，是吧？干不了多长，小毛驴拉车没长劲儿。但是没想到这小子真的干起来就没完没了，大概干了1年8个月，一天回家一看，嘣嘣嘣，院子里是摩托车响声。攒钱以后，买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哇！当时我心跳不已啊，让我真的胆战心寒。所以我跟他说什么？你是个好孩子，你有恒心，你能锲而不舍，这一点上我认定你是个好孩子。Thank you，老爸谢了，然后问，是您现在还讨厌我骑摩托车吗？我仍然讨厌，不喜欢。但是呢，但是你是个好孩子，好家伙。这意见一定要诚实的表现，是吧？这样坦诚的关系有多好？双方互相认定对方，承认对方，是吧？不是这样遮遮掩掩的，看眼力架行事啊，是两面三刀啊，笑里藏刀，多么累呀！花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800美元。
怎么样？好骑吗？啊，这摩托车相当了不起。然后呢，是我去兜一圈回来。那你过来，然后我拥抱了他一下。我希望你骑摩托车时间能够安全，我的心里就是什么，忐忑不安。啊，我真的为他担心。我又不能成天跟着他跑，成天跟着他有什么用，是吧？哦，那么我只能把儿子交托在上帝那里，然后我到我的祷告室里，上帝啊，求你保护这个儿子。还有个嘱咐，还有个请求，就是我不是信靠上帝的人吗？但是我就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啊，这样胆战心惊，求你给我内心的平安。让你给我脑子里有这个 serotonin 分泌出来，让我能够心里有一种祥和的心态，让我像行为的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啊，但是内心还是这样忐忑不安啊，我就想将来上帝会让我得到有一份安详的。过了两小时以后，回来了啊，这时我吓了一跳。啊，什么？啊，这期间我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啊，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啊，让我放下这颗心，心里有一种份祥和，就把他骑摩托出去的这件事都忘了，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伟大的上帝的力量，明白吗？所以我既感谢上帝让我心中有一份祥和的心态，也感谢让我的儿子能够平安回来，凡事都能感谢了。我经过这个小小的体验以后呢，说上帝啊，我知道我无法禁止我儿子骑摩托车，但是你求上帝，你让我儿子尽早的打消骑摩托车的这个念头。有一天，突然他来到我面前，他回来以后呢，我问他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比我想象，并不是我所想的那种快乐，是吧？并不是那种快乐，是吧？是吗？你是不是刚骑？所以是啊，我就这个不是我所需求的那个东西。我以为他会非常酷的，是吧？那就那样，是吧？也不过如此。所以我就怎么讲？那么如果我说你别骑了那就不行了。我心里就说上帝啊，我感谢你让他动这个念头。我心里就这样祷告，Daddy，我说老爸，Keep on working，你接着工作，OK，然后呢？第二天也骑，上学下学骑，骑来骑去，过了3天，我的儿子说："老爸，这摩托车买的不对劲，白买了。"是吗？那你再骑吧，你怎么着？好不容易攒钱买的，再骑一骑吧。我跟他唱反调，我说你再骑1个星期吧，说不定会找到感觉呢。他说好。骑完1个星期以后，他来说什么？老爸，给我打一个广告吧，800美金买的。得卖，至少得卖800美元，是吧？所以就价格写到900美元。第二天呢，报纸登上广告以后，来个美国人，花了900美元买走了，赚了100美金。是祷告的应允，给了他选择的自由，弄得全家皆大欢喜，既给他骑摩托车的选择的自由，
也给他不骑摩托车的自由，这才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是吧？成熟的关系，真正的关系，上帝呢就是愿意和我们建立这种相互信赖的，能够自由选择的这种关系，是吧？啊，所以呢，我们的父母呢，你们的父母呢，可能不明白这样的上帝，不明白这种选择的自由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所以你们父母大部分人听到这样的内容以后呢，都觉得不对劲，因为他们平生一辈子过来的生活的这个道路啊和我想的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很难否认掉他们自己生活过来的这个模式。所以说李博士你现在讲的不对，是吧？所以自尊心很强，而那些没有自尊心的人呢，就说真的能够放得下的人呢，就觉得啊，李博士说的对啊，说不定呢啊你们的父母让你们来到这里呢，希望你们像他们一样能够循规蹈矩，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够成为上帝的真正的自由的子民，是吧？所以选择你们父母的，尊重你们父母的选择，同时要尊重你们自身的选择，所以重新在你们里面找到上帝的形象，是吧？要忍，就像爱是恒久忍耐一样，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一样，要知道等待，等待上帝为你们做工，无为无不为的上帝为你们做工，重新建立和你们父母的关系，信仰关系，信仰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关系，是吧？是一种伟大的生活。所以重新回到遗传基因，所以你们的基因呢，基因本身呢是已经什么，已经是像积木一样可以组合的，可以变化的，是吧？这个先天信息和后天信息可以重组，互动重组啊，这已经意味着有选择的自由了，是吧？你们选择何等信息，是选择好的信息坏的信息，如果基因是一成不变的话啊，那么你只能按这个遗传基因的程序来生活的，那就是不变的。那么我们生活可能也像机器人一样，没有自己的选择，是吧？所以按你们的选择生活的话，如果选择不好的信息的话，这个先天信息呢就会发生变异，会导致死亡。所以是就是圣经所说的你如果吃了知道善恶的果子一定必定死这句话的本意了，是吧？就是从跟上帝的隔绝，与生命的气息的隔绝，凭你的理性知识智慧，那么你们必将导致什么？导致死亡，是吧？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什么背离我，是吧？离弃我就是让我们选择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是吧？就是有很多诫命那么如果没有选择自由的上帝那里，如果你违背了他，上帝只能去灭掉你们，是吧？所以过去以色列的这个古以色列啊，就是说他们是神圣国家，他不给不立王的，不像这个异邦人国家，因为上帝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上帝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像上帝怎么样，说要一个国王眼睛能看得到的国王。所以撒母耳先知说，上帝啊，大事不好了，这些百姓们学这些异邦人，他们要我给他们立王。当时上帝怎么说？他们要你就给他们要你就给，看看我做他们的王，还是他们选他们自己的王，哪个更好。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堕落以后，他们就选择人的道路，而舍弃了上帝的道路。大家要知道给我们选择自由的上帝呢，那么对那些禁止的呢，他也会允许的，是吧？没有可与不可，是吧？
上帝允许你们的也不一定是都对的，都对你们都好的，只是你们还没有悟到，是吧？那么，比如说上帝允许了，是吧？这多么愚蠢，是吧？这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上帝禁止，但是允许，意味着什么？就是对我们一种，持之不改的爱，是吧？说创世纪里头，大家看，说上帝给了人的食物是一些果子，还有这个水果呀，还有各种种子。但是诺亚方舟以后，上帝说你可以吃一些肉，不是人们就说，你看上帝不是允许吃肉了吗？这是不得已的，出于对我们的考虑的，上帝的一种恩赐，是吧？你们不要错把恩赐当什么当你们放纵的机会你即使儿子非要骑摩托车，那么是父亲就会让他骑，非要扎耳朵眼的话，我说你扎吧。但这种允许并不是说是可以让你们放纵，就是让你们通过这些选择以后呢，明白是应该你们真正应该选择什么，是吧？这并不是上帝 OK 了你们，你们不要有这种错觉，不要把上帝的恩惠当作你们放纵的机会，明白了吗？这是最最愚蠢的，最不可救药的。所以你们要对上帝的爱呢，要明白，因为上帝的爱是自由的，自由必定给我们选择的自由。所以先天的信息和我们后天所选择的信息互动，重新组成新的信息。这个后天信息将要成为你们子女的先天信息，是吧？你们的选择的结果，选择了什么，可能结果就是什么，是吧？当你们选择不好的东西，导致你们的基因发生异变，然后导致身体内的各式各样的疾病以后，你们经过了这些痛苦的磨难以后，知道自己选择错了，这时候你们再选择对的，那么你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了，是吧？这是你的选择，是，但是，我知道你会做这个选择的话，会得癌症的，所以呢，我已经为你什么预备了杀死癌细胞的程序，是吧？只要你信靠我，只要你愿意，我用生命的气息将这道程序给激活，激活以后呢，你因为你的不好的选择产生的这些不好的信息会被消灭掉的。你愿意被选择，上帝是这样不断的问我们的，和我们商量，是选择还是不选择，是吧？教我们这种如何选择生命的道理，就是新起点生命的主要内容，是吧？很多人却怎么讲？我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却得癌症。你看那小子成天做坏事，他活得好好的，老天不公平，好像是老天让你得癌症，是吧？其实殊不知，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肯承认这样无理，是吧？所以上教会就临时拜佛脚，是吧？得分，你看我能得多少分上帝会让你得，都是这样讨价还价的信仰，是吧？这样的信仰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信仰呢，是自由的，给我们选择的自由。所以只有真理会让你们自由。所以当生命的气息激活你们休眠状态的基因，那么基因就会生产出我们身体里所需的一切的抗体。所以你们在这里进行健康食疗，呼吸新鲜的空气，运动，喝洁净的水，都是不是靠这些可以医治疾病的，不是靠食疗可以医治疾病的。医治疾病靠什么？靠修复你们发生变异的基因，恢复宇宙本来的信息，是吧？就要靠你们的心怀意念的转变。所以万病由心造。所以当我们的心真正的归到真善美上，
是吧？归到创造生命的创造主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基因才会重新恢复上帝赋予我们的最原先的原始的那个宇宙信心上去，是吧？但是这个恢复呢，需要一些恢复这个信心呢，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是吧？不是有个豆子，豆子里面有胚芽，是吧？这胚芽里面有什么？有基因。这个基因里面有什么？就这个生长繁盛的这个，那么看啊，一个豆子，豆子里面有胚芽，这个胚芽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可以发芽。为什么能发芽呢？这胚芽里面已经有它使其发芽的程序。这个胚芽里面有基因，有生根的那个负责生根的这道程序，嫩芽发嫩芽的程序，发枝的，发芽的，是吧？生叶的，开花的，结果的所有的程序都在里边了。所以这个豆子呢，可以长成数千颗豆子，这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程序。这道程序呢，已经在豆子种子里面已经输入好了，一、二、三、四、五、四、五、六、七，七道遗传程序，是吧？这道七道程序呢，按照时序，按部就班的运作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开花结果。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程序呢，已经安排在这个胚芽里面。但是它这样能够运作起来呢，需要条件。你放在桌子上，这一辈子都不会生命的气息再怎样来，也不会发芽的。必须得把它根植在土壤里，需要营养，我们称之为 nutrition， 用 N 来代表，需要水，是吧？水分，我们称之为 water， 水，然后需要什么？需要阳光，需要光合作用，是吧？需要阳光，用 S 代表 sunlight。这三个必须得有一个均衡，一张一弛，有个调节，是吧？水多了也会烂根的，营养过多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必须有个中庸，有个节制，我们称为 temperance。还需要一个空气，是吧？真空状态不会开花的 air。所以豆子这个生命程序，生生不息的生命程序要进行运作的话，它需要生生不息的这种开花结果的结果呢，它需要什么？ Nusta 它需要建构这样的生命基础设施。什么是豆子需要 Nusta？ 这是植物的 Nusta， 是吧？那么我们看看就这个植物呢，不需要运动，它把根深深的植在土壤就可以了。但是动物需要运动，是吧？这进入动物城市以前，我们再看一看。如果不种在土壤里，把它种在看不到阳光，光给它水，光给它空气的话，它就成什么？它能不能生生不息呢？它只能豆芽菜了，是吧？只能成豆芽菜了。豆芽菜是不会生生不息的，是吧？所有的生命程序呢都有，但是能不能激活能不能激活，这要靠它的条件是否成熟，是吧？生命的基础设施是否打好。所以如果这些
基因程序都已经具备，但是条件不成熟的话，但是它还是不会结果的。所以说这种建构生命程序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称之为基础设施。所以就像盖房子修路，你必须得打好这个基础设施一样，电力啊、水呀、啊还有这个煤气呀、下水上水呀、这些设施我们都称为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打好以后，然后再什么，然后生命的气息来，然后就会两下合一，就会激活基因。所以新起点呢 ，New Start 呢，并不是靠造米饭来，或者是速食饭来治你们的疾病的。不幸的是，很多人认为好像什么这个基础设施是全部一样，可以医治疾病一样，误解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痛的事情。这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什么，还没有认识到真善美生命的气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上帝的爱，是吧？好了，在我们韩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是出生率太低。世界这个 OECD 国家的平均是2.5名。欧洲的先进国家的平均也达到出生率的1.46、1.4，而韩国却低到了1.1，是吧？太低了，出生率太低了，这个非常深刻，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那么我想想，我们想想动物园里的这个禽兽啊。什么熊啊、狮子啊、老虎啊，他们你们说有没有繁殖力啊？他们没有繁殖力，繁殖能力很差，靠人工受精才能怀孕。因为生命生生不息的最基本的这种本能本能总是带着幸福的，是吧？母性的本能是多么让人幸福，是吧？但是却没有了母性本能呢，它也是有母性本能的基因的，是吧？它在休眠状态，母性本能的基因如果在休眠状态的，对生孩子也不会有感兴趣的，是吧？为什么？基础生命的基础设施完全遭到了破坏。你们看汉城的这个生活，北京的生活就像一个大的牢笼一样，大的动物园一样，是吧？你们看一看，所以说你们看这个楼房里边透过门窗看到的又是楼啊，就说混凝土的丛林，是吧？而且生活在这个摩天大楼里，离地的好几十米、好几百米啊，人真是胆大，是吧？像这个火柴盒一样密密麻麻的累积起来的这个楼房里住着，这个人的身心能有什么对人的身心健康会有什么好处呢？是吧？远离自然，中国人经常讲返璞归真啊，天人合一，而我们建构的这个精神文明呢，却往往是与天隔离啊，与人隔离，与自然隔离，背道而驰。老虎、狮子啊，都关在笼子里，成天关在笼子里饲养他们，没有自由，没有野性，没有丧失了他们的本性，是吧？你看，如果其实生活在这个田园般的这个庭院里啊，可以这个前院里种一些蔬菜呀、果子啊，可以随手可以摘着吃。所以家庭现在有家没庭，是吧？庭院里可以种一些花草以养情趣，现在城市人没有这种情趣，睁眼闭眼只知道竞争赚钱出名，是吧？成天坐在电脑面前，再不坐在这个电视机面前
所有的生活的模式呢都是大同小异，是吧？是城市生活的这种大同小异的这种生活模式里头，人们慢慢丧失了本性，丧失了自由，所以说本能的就是什么汉城呢就想跑到这个江原道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就因为上帝呢已经人们心中都有一个返璞归真的愿望，是吧？所以他们一有时间就要到乡下来，到山上来，到海边来体味自然。那么汉城的小孩来到这以后，然后来到这还玩什么？玩电脑，是吧？所以说上帝愿意给我们自由，愿意给我们让我们呼吸新鲜的空气，愿意让我们接近他，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但是人呢却不是这样，成为物欲的奴隶。所以很多人的基因呢已经进入休眠状态，没有被再被激活的这种动机与可能。所以新起点就是什么？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再进入动物的层次呢，动物需要运动，这动物园里的动物呢却没有运动，没有运动了就不会有生生不息的这种本能，是吧？生殖力就下降，需要一个运动。所以说男人们成天坐办公室开车，所以他们的性命越来越低下。所以现在说什么？所以说吃伟哥，是吧？靠伟哥来维持很荒唐。就说萎靡不振生命力越来越脆弱，是吧？生命结构基础设施都被荒废了。然后运动以后需要什么？运动以后需要什么？需要休息，是吧？需要休息，动物需要这些就行了植物需要 new star， 动物需要 new star， 是吧？动物需要 new star， 而人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什么？需要什么？人有灵性，是吧？人可以选择，那么选择你叫明理儿你要明理儿，理儿真理，是吧？只有你们认识到真理的时候，你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吧？要选择，要信赖，是吧？信靠生命的创造主，信靠生命的信息。所以说人类需要的是 new start， 这就是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没有的话，我们不会健康的。但是光靠生命的基础设施并不能医治我们的生命，是吧？生命所必须的，但是它所以说是大家都吃这个精米，但是吃糙米的会对身体好只从这种知识的角度认识 New Start 是没有用的，大家要认识其本质，其真实的一面，是吧？是生命在于运动适当的饮食，节制，中庸，这一切当你们真正的建构起生命的基础设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生命另有一番洞天。所以呢我走我把这个新起点生命生活称之荡秋千的生命。开始的时候荡的时候非常吃力，是吧？一前一后摇摇摆摆，但是越荡越起劲儿，越荡越有惯性，是吧？这样就有一番飞驰天空的这种自由了，是吧？可以从心所欲了。所以的我们生活呢就是别另有一番风光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道路。1988年当我出现在这个韩国电视台的时候，全国国民呢当时这个出名的不得了，当时不认识李湘九的话都是没有不认识我的人。当时我
我身上有11种疾病啊，什么逆流性食道炎啊，风湿性关节炎，神经性大肠炎啊，过敏性鼻炎，痔疮啊，慢性便秘啊，没有，11种疾病啊。但我是个大夫，但是自己却没法治自己的病。Okay。 啊，这身上11种病，没有一个我能自己治愈的病。但是上帝，遇到上帝以后，认识了这个生命的真光以后，啊，开始实践这个新起点的生命运动以后，啊，真正明白了上帝的真理以后，知道这个选择的自由是何等的啊美妙的时候，开始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持着迷啊，心怀感激。现代医学说无法医治的这是一种疾病，瞬时间一扫而光，一扫而光，明白了吗？希望大家呢，你们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吧？身体的、心灵的，什么减肥呀、瘦身呢？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啊没有用的。体重调节呢，也有调节体重的基因，肥胖啊，啊，就是调节体重的基因呢没有被激活，建构生命基础设施，然后接受激活这个基因的这个生命气息，是吧？把它完全交托在创造生命的创造主手里，我们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会发生，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的生命的奇迹，是吧？啊，那是你们走生命新起点生命道路的话，像我这样应该长身体的人可以长体重，那些应该减身体的人，他们就可以减体重，是吧？所以说，上帝会自然的找到一个你最适合你的中庸，是吧？啊，就像荡秋千一样，啊，所以说，新起点生命啊，就是这样一张一弛，啊，所以说就不愿意再舍弃这个道路了，因为。啊，一旦停下来的话，可能要重新再开始，所以就不愿意停下来，所以锲而不舍，是吧？大家希望，我希望大家有心里有希望、有盼望、有信赖，走新起点生命的道路，啊，一直走到底。